这飞索竟能自动吸附，且试试对那边的怪物是否有效。这怪物竟能掌握了无数的霸体，幸好我知道怎么应对。不过如此，恢复得不错，继续走吧，去湖州不远了。完美的护甲，有了它，我将不惧危险。看来出路在上面。有了神膏，兵器就能自动进行修理。如此一来，便再无后顾之忧。体内真气恢复得如何？足以使用昆仑的法术吗？不劳你提醒。我没算到天海师兄也在这里。玄女，这就是你最后的考验了，我会在巨窟洲上等你。无论是谁，挡我者斩。是你，你好，我叫白泽，我该怎么称呼你？你对这里还不熟悉吧？点击这里，可以通过一场战斗认识这个世界。我只接受一种结果，就是胜利。返魂花会将你送入战场，谨慎选择你的落脚点。初到巨窟洲还适应吗？我要确定你已经做好了准备。准备的不错，我为你准备了一把剑，足够你熟悉招式。这座岛上，击败他们，完成隐族的试炼，不朽面具就会属于你。御膳骑士，臂力奇器，武器、护甲、飞索，去搜集所有用于战斗的东西吧。
爆！敌人就在我们身边。隐族内部用暗潮币交易，去看看可以和返魂秘商换点什么吧。极阴之力，毁灭一切。快，这里变为暗域了。屠龙正在你倒下的地方吸取地气，以后见到这种地方一定要躲开。幸好不远处就有返魂秘商，利用返魂花的力量回到战场吧。有敌人在。
飓风客很慷慨，不妨去看看有什么免费的好东西。毁灭一切。你赢了一场战斗，但这个岛上仍有其他人。接下这个通缉令，可以知晓敌人的位置。在这无尽的痛苦中颤抖。竟然又是天海师兄，他一定是来阻止你的。真是冤家路窄。玄女，我说过我一定会阻止你的。抱歉，我不能把天海师兄交给你。无妨，不过多斩一人而已。我也无意与你为敌，享受暂时的胜利吧。